各位空中圣经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胡伟奇，很高兴又在空中与大家一同相会，研读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内容。感谢主，我们这一路过来，也如同陪同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在西乃山脚底下与神立约。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研读的圣经文是在出在埃及记28章到29章这两章，它的重点是在谈会幕的样式。会幕的样式，神对摩西特别的提醒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会幕，会幕，中文翻译会幕翻得非常的好，这是由两个希伯来文字所构成的，其中那个 Ohel 是帐篷的意思，是一个巨大的帐篷。 Moed 是会面的意思，或者是聚会的意思，跟神一同会面，和神一同约会。在这个帐幕面前，以色列人跟神一同面对面。面对面做什么呢？所以这两章的当中，神会用一些细节的部分，一些实体物件的部分，也就是圣器皿的部分，来启示人和神会面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事件。那会幕是神与人相会的帐幕，因为神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一同相会，和以色列人说话，将神的心意透过这一个聚会的地点，这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据点，将神的心意启示出来。那也是一个在圣经当中所说立为主名的地方，也就是奉主名而立的地方。所以摩西在临终的时候，透过生命记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以下的训勉，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是在或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要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一切的话语，也使他们在未曾晓得的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方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所以简单的来说，在立为主名的地方与神相会，求问侍奉，献祭欢乐，学习敬畏神，分享在主里面的福乐，过团契的生活，也有许许多多跟神相会的节期。所以一般来说，在以色列的观念当中，节期节期虽然有一个另外一个字来述说节期，但是一般都是说我们去跟神相会。当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啊，在迦南地以后的上耶路撒冷，大家去朝见神的时候，就是如此。他们把日常所收获的粗俗的奉献分享在主里面的欢乐，学习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可以敬畏神，承先启后。这也就是神带领以色列圣民对法老那个时候所说的话，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那个真正的意义。在会幕面前，因着神吩咐这个摩西教导百姓在旷野侍奉，所以会幕是神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可以见的象征和立约的一个记号，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当然我们知道会幕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当然有些人说上帝创造宇宙万有花了6天的功夫，但是却用40天的时间来教导摩西怎么建造会幕，可见的会幕的重要。从所罗门开始，
金银宝石木材建成的圣殿代替了会幕，但是在西乃山所制定的基本敬拜的方式和他们会面的这个内容是丝毫没有改变的。那至于会幕它的建造，当然是神与人相会的帐幕了。它建造的时候是依据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则来建造呢？那根据出埃及记25章第40节，神吩咐摩西说要谨慎做出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可见得每一个物件都是由神仔细的吩咐摩西，让摩西在神的教导底下，透过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这两位被圣灵充满蛮有智慧的这个工匠所造出来的。那建造会幕的材料呢，有金银铜，这是金属类的，其实它也各有它属灵的意义所代表的它的象征性的意义。比方说金是代表神的荣耀和尊贵，银是代表神的救赎尤其是赎银赎银铜代表神的审判。我们通常会看见神在异象当中显现的时候，他的脚如铜就是指他的审判的宝座。植物类呢，又包含成皂荚木、油和香料那分别在属灵的意义上都是在表现出圣灵的恩膏以及他属天的气味。那蓝色的线呢，是代表属天的，紫色的线呢代表君尊，朱红色线呢代表救赎，白色线呢代表圣洁，细麻代表安息这是植物类的。当然动物的皮毛呢，比方说海狗皮代表它无家型美容，当然这海狗皮很可能是指的当时的一些海獭之类的，在地中海沿岸所常常有的这些海中的哺乳类动物。那至于地上的这些走兽类呢，是染红的公羊皮代表保险代表血，代表生命。山羊毛呢，是预表着基督如同羊在剪毛人手下的无声那会幕材料的来源呢，是百姓甘心乐意的献上。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在大卫建造圣殿预备建材的时候也是如此，百姓甘心乐意的献上，表现出整个会幕的堆砌不光只是这些物质的堆砌，也是众百姓心意的一个堆砌，是同心合意甘心乐意一心一意的在神面前彼此建构彼此成全。所以这一些都是因为百姓心里受感，尽力捐书甘心乐意，而且超过所需的，非得要禁止他们再奉献，否则他们还会继续的奉献。这些材料许多都是日常的用品或是个人的珍藏，每一个人把他们最宝贵的部分献给神，来建造一个与神会面的一个场所。那当然我们也要提到建造的人呢，建造的工匠比萨列、亚和利亚伯，他们分别是犹大支派的比萨列跟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虽然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但是我们从往后的历史地理观来看，在王国的历史王朝历史当中看见，但是最北方的支派，那犹大是最南方的支派，也就是看见普天之下所有的人来共同建造这属灵的宫殿。那这两位是属灵的代表人物，那他们是神提名召他们的，是提他们的名字呼召他们的，而且是圣灵充满，而且有智慧，可以做各样的巧工。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位，他们能做
能想、能教、能同工，这是很难能可贵的。通常一位才华洋溢的人是很难跟别人一同分享那个工作的成果，通常都是单打独斗，或者是比较这个鹤立鸡群。但是这两位同工呢，却能够同工，还可以教导别人一同来操作整个建造会幕的工作。值得一提的就是建造会幕，根据圣经的经文，从25章一直到这个29章，或者是到31章，它的次序呢，显示出神的启示是从会幕的内部至圣所里面开始启示，然后由里到外，巨细靡遗的，包括尺寸、建材、这个大小、样式、形状、等等的，一一的来启示，从里到外来启示。但是从建造会幕的时候，我们看到35章摩西照着神的吩咐开始建造会幕的时候呢，从35章一直到40章竣工这几章当中呢，却是看见它的次序是从这个外这个院子的部分、外院的部分建造到里面所以可以看到神启示的次序是从法柜到祭坛，由内而外。那人的次序呢，是先建造幕幔，再建造圣所。所以这个隐藏的意义，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略做一些的分享。神他自己坐在宝座上，他愿意降世为人，住在人的中间，以会幕的形式来做预告。当然人要接近神的时候，却要用人的方式来接近先从这个内院经过祭坛，再经过洗涤盆，才能够来到圣所。进到圣所的幔子里面，第一个碰到的是金灯台、陈设饼桌，然后香炉，才能够接触到至圣所的幔子，最后才能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是人亲近神的道路，跟神启示他自己，从最核心的部分神的话语开始启示给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进入会幕的次序是亲近神的道路，我们可以从神所启示的样式来看见。那这个原则其实到现在我们基督徒来亲近神还是这个原则。进入会幕第一个碰到的是院子，这个院子代表是一家人了，进到得救的门口，通过朝北的会幕的幕幔进到院子里面。首先碰到的是祭坛，是宝血的救赎，是基督舍身宝血的救赎。当然在旧约的时代是以祭物来做预表。那再来就是洗涤盆是一个没有尺寸的这个显示的一个洗涤盆当然它是为了洗净那些在祭牲流血上面器皿沾到血迹的，洗净这些献上祭物人手上的血所用的。但是它引申的意义是代表圣洁，人因着罪得赦免，要过得胜圣洁生活的一个预表非得经过水也就是圣灵的洁净当然这个预表要到圣灵降临以后才能够让我们所有相信的人来经历透过了洗涤盆所面对的就是进入那圣所的地方。圣所代表一个真侍奉的开始，因为是在神宝座前在经理在管理。所以圣所里面呢，每一个圣器皿都代表的一种侍奉的形态。第一碰到的是面对圣所的左边也就是南方有金灯台，它是见证，是七个银座的七个金座的
杏花座啊，这个七灯台，它是代表合一跟荣耀，是代表所有相信人的见证，合一的见证。再来，它的右边是，也就是朝北的部分啊，就是看到的是橙色饼桌，是指的灵粮，也就是指的我们在神面前侍奉当中所领受、所接受的供应，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得的玛拿一样。在会幕里面，圣所靠近至圣所的这个幔子前面有一个金香坛，它是一个代求的记号。那里面放的纯净祷祭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些香料啊，燃烧以后一缕青烟袅袅上升，代表所有圣徒的代求啊。这个圣所的侍奉是美的啊。再来就是碰到幔子，幔子掀开，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能进去的这个至圣所，代表与神永远的团契，圣灵的交往。那里面有约柜，约柜的规模是代表神永远约定的记号啊，有施恩坐在其上，基路伯用两对翅膀遮脸遮脚的表现，代表坐宝座的才是荣耀的对象。那个扛抬约柜或者是作为宝座做坐祭的基路伯，只不过是一个不能够彰显自己荣耀的侍奉者。所以他代表基路伯这个施恩座，代表与神交通、与神来往的记号啊。基路伯他的本来的名字就叫做赞美，所以在神面前，我们是以嘴唇的果子赞美为祭献给神。为什么我们会赞美呢？是因为我们得着神完全的拯救，因着我们的罪得赦免，因着祭坛上羔羊的血洗净了我们的一切不义，代赎我们，将我们从黑暗里面赎出来，进入他的奇妙光明。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正是最佳的写照，也是最佳的比喻。也难怪彼得会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然这些物件都预表的侍奉，可是呢，物件是不能够主动侍奉的，所以在这个会幕面前必须要有人来侍奉，因为神喜悦人在他面前侍奉他。但是人又因着有罪，所以无法将祭物献上，所以就必须透过这些物件分别为圣归给神，来代替人来侍奉，包括所献的所有的赎罪祭、赎愆祭啊，所献的平安祭、所献的素祭跟燔祭都是如此。在诗篇当中就在说，弥赛亚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原来的文字是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在悖逆的人间领受了供物。所以感谢神，为什么在旧约时代弥赛亚还没有来之前，人献上祭物神可以悦纳呢？是因为弥赛亚升上高天，掳掠仇敌。那个在未来的在未来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弥赛亚要成就的是跨越时空，悦纳了以色列人所献上的这些祭物，透过会幕或者透过圣殿所献上的。所以接下来诗篇的作者才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值得我们称颂的，原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会幕当中，在旧约时代必须要有一些人作为中间的中保，那就是祭司啊。那我们知道利未人被选择是因为他们在拜金牛犊的过程当中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人到我这里来，利未人就选择来亲近神，以至于他们
独得了祭司的职分，所以在祭司承接圣职的礼当中，就总共看见神里里外外用血来洁净他们侍奉的耳朵、侍奉的手、侍奉的脚，好，再再显示出这些分别为圣、归给神侍奉的人，他们需要先被赎出来，才能够在神面前来侍奉。当然，他们也是担待所有以色列人的罪孽啊，因为他们是如同祭物般的献上来担罪，以至于亲近主。所以在承接圣职的礼仪的程序当中，首先先要用水洗身，然后穿上圣袍，戴上圣冠，膏油抹头，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圣所里面来侍奉。所以原来这个承接圣职的用词啊，叫做满了手的意思啊，满了手。那当然我们中文把它说承接圣职啊，什么满了手呢？因为基本上他要献摇祭，要将牛的腿啊，祭牲的腿在神面前举起来，两只手举起来摇一摇。所以这一个承接圣职的礼是充满了这个语义式的这个意义啊，它不但以礼的本身有这样子的含义，其实侍奉的本身更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属灵的意义。所以它不光只是承接事物上的祝福权柄啊，更由于他在神面前如此侍奉啊，让人不仅满手繁文缛节的侍奉他，实在是提醒让我们能够满心乐意来侍奉他啊，使他的手他的脚都行主所喜悦的事，被主的宝血洁净，使他的耳专听主的话语啊，手专心侍奉神，脚行主的道。所以祭司穿上圣衣，祭司的圣礼都代表一个被赎出来人间的大祭司。那当然在祭坛上所献上的，它真正的意义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立约和好、感恩奉献、认罪更新跟祷告支取，属灵的意义就是如此。在祭坛上献上的，其实也是在施恩座前献上的，也是在主耶稣面前献上的。也难怪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会说，当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就能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整个会幕和祭司的马下，其实讲的最贴切最深刻的是新约希伯来书，整卷希伯来书的后半段，从第四章讲到大祭司耶稣以后，就进入来谈会幕实质的表现。所以在会幕跟祭司的马下当中，第一段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六节，这边讲得很好，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和麦基洗德等次的 大祭司到底有什么差别。因为他这边希伯来的作者特别讲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但是呢，唯独从神那边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呢，他一次献上却永远献上啊。他虽然是以亚伦来预表他，但是亚伦呢，每一次亲近神还是需要带着羔羊的血来的。马夏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到希伯来书第八章一到五节，看见人支搭的会幕和主自己所支搭会幕的不同。那当然我们知道真正主支搭的帐篷是主耶稣他自己。那第三点要让我们看见的是旧约的中保用牺牲的血来成全侍奉，但是新约的中保是用自己的血带领所有的他的子民
进入圣所。所以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你们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感谢主，神透过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不但是让我们经历了人出死入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路程，更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因着信耶稣而得到永远的拯救，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就能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